礼拜天的假期，其实路况都非常好，大致都是顺畅好走的。当然有任何路况可以打请教080-900-123。阿贵，你刚刚看出去啊，它已经放得很晴朗了。如果要出去玩民众，还可以整理一下，就可以出门。现在在高雄的国二艺术特区啊，有比子英雄专营好的林海酒大展览，它盛产巅峰的林海酒大。